你开始表演。看好，现在灯笼人要把他自己说够了。呜，这个龙啊，现在我下来了，哎呦，打下来了。因为我还有开关可以打开哟，但是我随便的时候就不行乱碰喽。快点啦，你不是要把它开关打开？好吧，不错，好点，看好。好，它的亮灯就在这里。啊，我可以把我自己缩成短短的，然后呢，把开关关起来一样。那你要跟妈咪说什么？